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剛才呢，何俊仁議員呢，他就發言支持黃碧雲議員呢提出的713條修正案，編號總目142，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的全年預算運作開支。咁呢，我都希望呢何俊仁議員會支持埋我嗰條第716條，因為呢我提出呢條呢其實同阿黃碧雲議員嗰條呢都係非常之相類似嘅。不過呢我嘅分別在於呢，就係我係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係1億503千元。咁呢同阿黃碧雲議員嗰個修正案係爭1000元，即係我係削成1000元嘅啫。咁啊，希望如果黃碧雲議員嗰個係被否決呢，大家可以考慮支持我呢、這個。不過我仲未進入正式進入第142個總目嗰度，我繼續呢都係會講返行政會議成員點解我認為要支持削減行政會議成員薪酬嘅開支。咁但係呢，同頭先啊何俊仁議員嘅發言呢係不謀而合，因為我要跟住要講嘅呢就係關於張志剛做總裁嘅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喺過去三年呢是獲得超過200萬的公帑做研究。行政署接受我們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披露，中央政策組過去兩個財政年度是撥款135萬元公帑，是予以行會成員張志剛任職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在本年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將會再獲得77.3萬元的撥款，總計呢在這三年裏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獲得212萬的公帑是做研究，是在香港大學以外呢，即是以中央政策組撥出來的錢，第一位拿得最多的呢是香港大學，香港大學以外呢是獲得最多撥款的單一機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呢，其實即是當其時都有質詢過，即是我們的議員有質詢過，當其時書面披露呢就說，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過去兩個年度同埋本年度呢，在2012至2013年度呢，中心是獲委託做這個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啦，那個數額是368000，國情國策研究啦是210000。2013至2014年度呢繼續是獲委託做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即是這個要講清楚，輿論的輿，不是娛樂的輿，大家香港市民要知道，兩年合計涉款項154萬。整個撥款過程呢令人覺得是自己人撥款給自己人，好像三袋揞落去褲袋咁樣，點解會俾人有呢一個感覺呢？因為負責批出呢個撥款，現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先生，亦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前任總裁。咁張志剛先生就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現任總裁，關係千絲萬縷，你係好難怪。我哋議員或者香港市民係有呢一個懷疑，咁當然兩個都係頭號良份啦。而現時管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張志剛係兼任行會成員，呢一個亦都係我提出要削減行政會議成員開支，張志剛先生呢一個位嘅一個主要原因。咁我今日唔會逐個行政會議成員講嘅，我只係抽兩三個，每人呢係講兩三個事例出嚟去幫助我嘅論證，希望大家支持我提出，支持陳偉業議員提出嘅修正。
除了剛才提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撥款問題令我足以覺得張志剛不應該做行政會議成員之外，另一個罪狀就是近來很熱門的課題，旺角街頭旅客便溺事件。張志剛用他那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的身份，他當然不說自己是行政會議成員身份，因為用行政會議成員身份發表文章那個責任更大，但是雖然是這樣，但是現在你這樣發表呢，其實都是有問題。他篇文叫做"對不文明行為以文明態度應付"，就是評論那宗大陸小朋友在街頭便溺的事件。張志剛認為呢，矛盾本身不是核心，核心是在於用什麼態度去看待矛盾。咁當其時佢就提出咗一個偉論啦，佢話如果日後遇上有小童隨街便溺，本港市民上前提供一個好似膠袋咁嘅物體去協助佢哋，或者係指示去就近嘅衛生間，咁相比起上前指斥喝罵呢，佢就反問嘅，佢話哪個更符合香港式嘅文明，更能讓人心悦誠服，更能發揮香港嘅模範精神呢？這個講法，即係我諗都好過蘇局長咁講嘅，即係張志剛最多都係可能收人寄啲膠袋俾佢啫。但係呢個講法最大嘅問題係呢，咩叫對不文明嘅行為以文明態度應付呢？那個不是單止不文明的行為，即是可能覺得講粗口不文明的行為，那個不是，隨街便是一個犯法，是一個犯罪的行為。作為行政會議成員，政府的核心應該是直斥其非，指出有人犯法，有法不依，應該是責成政府有關部門呢是去執法，而不是什麼上前提供一個像樣的膠袋。即是講這些說話是幫倒忙，我想大家經過這幾天事件繼續發展都會明白，下次講包容或者講這些提供什麼協助的時候都要三思。另外他還將這個問題提升了去一個更加高的層面，覺得是有人借這個機會反共、反華、反中央，這個反而是製造中港矛盾，我不詳細評論內容了。作為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呢，我覺得是絕對不稱職。如果你要作為糧粉、作為打手，你自己在報紙，現在的黨報，很多報紙變成黨報，你去發表呢無可厚非，大家不戰啫。但是如果你是行政會議成員發表這些言論呢，我是覺得是不能夠接受。跟住下來呢，因為剛才我講過啦，我就會想講一下一些雙料議員身兼兩職的議員呢都應該 cut 嘅。咁而家兩位都喺度，李慧瓊、葉劉淑儀喺度，林建峰喺咪度啊？唔喺度，咁我講林建峰啦。林建峰身兼城市基金評審委員會主席最新一期審計報告點樣被批評啊？審計報告揭發，城市基金旗下活動成效成疑，活動本身的監察運作是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當中有審計署的人員隨行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連續多年獲城市基金每年撥款百萬元贊助的香港龍獅節，發現以幼稚園學生充有薪職位，參加人數較原定為少，對方無法提供員工招聘、職勤、薪金紀錄，表演者酬金收據。審計署報告揭發，城市基金活動根據撥款協議，主辦龍獅節的單位承諾為本地港人創造3000名表演者，但是審計署今年在活動期間呢隨行發現呢，當日的表演呢根本不是專業表演者，不少呢是由家長、教師陪同到場的幼童，部分是長者。最後呢龍獅節都要表示啊，僅是聘請了1850名表演者，
今年3月呢回覆查詢呢更進一步是下調，下調到1317個職位。即是這些數據是沒得抵賴的，我相信。審計署發現有關採購和招聘都沒有報價單，沒有發票。陳議員，我認為你這些情節應該放在我們政府帳目委員會去討論，不應該在這裡詳細論述。不繼續詳細討論，但要結論啊，如果不是就不完整了。就此獲政府注資2.5億的盛事基金被傳媒指成效欠佳，監管混亂。但是林健鋒先生呢，即作為這個盛事基金的評審委員會主席，他是拒絕認錯，更指呢有人向廉署舉報盛事基金贊助的香港龍獅節涉嫌欺詐，涉嫌欺詐是擺政治姿態，指部分傳媒的報道是不盡不實啊，這個是非常之不負責任的抵賴啊，不是擺事實出來去澄清去還公道，可能因為沒有事實啦，所以就說別人是擺政治姿態。那你不要說審計署是擺政治姿態出來呢，是引起社會各方的指責啊，今日這件事件呢都還是未平息啊。我只是短短舉呢兩個例子，即是關於行政會議成員的問題。咁由於唔太深入去講一個人啦，所以呢就仲有時間講多個啦，俾多個大家揀。就算大家呢係想支持第30陳偉業議員呢削減相當於兩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職位呢，如果唔揀張志剛揀咗唔揀林健鋒呢，呢、這個都可以選擇，就係羅范招婚啦。本來唔諗住講你，不過剩返啲時間講一講。這個第一號女梁粉傳聞是負責梁振英連任辦的負責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這些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是非常之不清晰。而他出來去發表所謂個人言論，發表完呢又要政府幫他補鑊。即每次講完嘢呢就當然是牽連大波，好大反應啦。咁啊，又要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咁多多下。咁佢前嗰排咪出嚟講嘅，佢話中央已經表達唔同意，只係喺最後嘅任命上面把關，講緊係行政長官嘅選舉啊，2017，即係我哋成日話個首尾門啦。佢話合理推斷係前面都要把關，入得嚟嘅都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唔對抗中央嘅人，即係佢呢就用他把口證實了個前門論，入嚟都要把關，還加多送多一個叫防爆冷論啊。他說提委會將把關防止對抗中央的特首候選人爆冷勝出，是因為無法保證選舉不會出現抹黑的情況，提委會出來的候選人起碼不會對抗中央，抹黑都無所謂，抹黑了一個還有第二個啊。這些言論呢都是令到香港市民非常震驚，還有一個罪狀呢，就是窒礙市民對政改發表意見。羅范招芬說，他說香港並非獨立主權國，市民在發表意見前應先了解基本法，認清一國兩制即是說你不識基本法呢就不要亂講嘢。又表示呢，大眾接收傳媒資訊的時候不作思考，有如吃東西不咀嚼，會引致消化不良，呼籲市民應對這些報道呢作批判的思考。那我想到香港市民呢都很懂得批判的思考，所以他發表了這些言論之後呢都很多人是批判他。但是因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問題，發表了言每次發表這些這樣的爭議性言論呢就是搞著政府官員。如果大家政府你覺得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可以不代表任何政府立場的，那譚志源就不用出來澄清的。為何譚志源又要出來澄清說羅范招芬是不代表政府立場呢？這個就即是證明是有問題存在啦。另外呢，這節未必夠時間講啦，就是關於科技創新及科技局和科學園主席的問題啦。最新的報導，
全羅范召返接任科技園主席，梁粉勢力跨界插旗。由於呢，我就唔係喺度即係呢一節去講科技局啦，或者科學園啦，所以我留待呢稍後有時間呢先再向大家詳細解釋。咁希望大家支持陳偉業議員嘅修正動議。